非订阅者能打这个。现在我们是在别人的集。对啊，不是在我们自己家。应该是可以啦。好吗？在。啊，只是怕就是打掉的话，嗯，比较麻烦。啊，下次好不好？下次等小雨自己开的时候。对。开的时候，现在是蹭别人的技能，啊，他们如果要用三技，小心掉的话。对啊。嗯，别人的东西不要突然撸掉的。抱歉啦，抱歉啦，给你们。我的头啊！也就算是订阅者，他们也不会。对啊。讲好，干爹妈就在里面。啊，你看现在一个。被挤在外面进门。你看我的发尾，就在想说想再去染。丹丹，可是，就你染了一次之后，你就会想要补染。染发后，发会变。哦，会啊，一定会。嗯，头发我褪色很久啦，超容易。我也是，我是刘海啦，其他是海。油海是很油的海，还是？这次要染更亮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好，我再看看吧，搞不好十二月要去活动之前再染。反正我现在，你看，我想现我现在染了，到时候他们去活动还是掉了，没什么用，算了。你染发，染头发也不便宜。就是长头发染头发不便宜。粉你妹！什么东西？晶晶那边粉红色。夜礼物，男团，顶三团。阿晶晶呢？晶晶是进不来。然后影月好像在开聊天台。啊、哦，在开聊天台。好。他还在尝试中。你们都把时装脱掉了、哦、啊？大家都穿一样的。哎、欸，为什么那个你们的头像前面会有那个、啊？也有啊。对啊，可是那个为什么会这样、啊？不知道怎么改，因为我看之前杰克这个好像是类似 Steam 的那个工会的关系啊。可是我不想要 GameB 啊。哦不，我们可以自己创一个啊，自己创一个，然后贴图自己用啊。那怎么改？那我也不太知道哎、欸，可能要去研究一下。像是啊，我这个是沙灰啊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我会退出这个群组。会。我不知道，我在看。真不是、啊。那是什么 Steam 群组？群组的啊。退掉。因为我这个头像是老皮与他的快乐伙伴。对啊，你是老皮的哎、欸。对啊。我退掉了，我也退掉好了。会啊，你无极团体哦，名字的下面有个群组。抱歉，没有可以显示的群组，那我可以建立群组，群组名称。啊，怎所以要怎么退啊？你看右边下面有一个，哎、欸，应该是中间上面一点点有一个离开。啊，抱歉 ，Amigo 已被使用。中间下面是周三 Amigo 啊，还是右边中间？我在想，下面右边中间下面，你看放大镜的最下面吗？
没有到那么下面。换哪一个？杰克。杰克。开始。哪一个啊？怎么退啊？就你到了你群组的地方了吗？你的群组哪里？你的名字吗？左上角不是有商店、收藏库、社群跟你的名字？啊 ？Steam。好。不行。好 ，Steam， 然后嘞？然后你的名字那边下面不是有好几个选项，会有一个群组。哇，青青霜没办法进来。我名字下面哪里有群？不是有动态、个人档案、好友、群主。哎、商店、收藏库、社群嘛。哦。然后不是一个你的。哦。你的 fan 信嘛。嗯。好嘞。然后下面有个群组。那应该会看到你目前有哪些群组。然后把它退出。我要离开他们吗？那是干爹妈的群组，那就不要退啊！那就算了。可是我前面是 Gambi 耶、欸，但是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啊，因为我这个头像那时候是老皮的，我不知道、啊。抱歉，没有可以显示的群组是这个是。啊、那个兔崽子包装嘛，看这猫咪，哎、欸，怎么换了？可以换啊？为什么？怎么换？啊，一样啊，群组。群组，好好，我刚刚就在这边卡到音，来来 ，ESC， 哎、欸、，ESC， 中间我没有群组，资讯还是初级团体可以选了，哦 ，Spacy。我好 Doki Doki 耶、欸！哈，什么？再次？就那个心动心动文学部？不是啦，我说怎么设定啊？哦，我要这个好游戏。资讯，然后这下面有个初级团体，就可以换它的图案。资讯，初级团体。好了，一个大侠。我跟你讲，我只有 Tricky Tower 呢。那只有 Tricky Tower。看你有收藏哪些游戏啊什么的。我把我收藏 Tricky Tower 啊。打吧。大分晶晶说他进不来啊，这是啥？这我唔知这啥呢？我哪有这啊？还是这是一个香菇吗？牛哥。汤锅，是牛锅吗？我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，傻眼。哦 ，Tricky Tower， 还是拿 Tricky Tower 好了。你的儿子吗？我那时候推门入坑的一个。嗯，我知道。来着 ，Doki Doki， 你那个 Doki Doki 太不明显了。这个游戏叫《野兽边境》。啊，看吧，没听过啊。嗯，没听过。我开啊。带我亏啊！好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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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感谢丁念奇嘛，对不对？不知道，我没有印象有那个游戏啊。啊，为什么我吹气头的够盖？哎、欸，我们三个变成一个组队之后，那个就变了，对啊，就不见了。个菜刀，你要变成棋，就那个到底是啥回？我们像是一本书，然后你们就是书的只有单边一半啊。就是你是主角啊，我们是里面的内页这样子。我们是男主。男主。所以我们打到第二阶段。嗯，就。打到他要跑走吗？还是这样？啊，晶晶，讲 HTT， 不是 HTT， 对，有听到吗？这样子没错吧？是你吗？
Tessy。回来了，我敲头了。敲。所以我们还是要尽量把他那个打掉，就对了。嗯。所以不要打头吗？就是先不要把他头打爆，你打起来。我就不输出头了。把其他地方打掉应该是没差吧，嗯，就是头不要爆吧，刚下课是一般下课还是终于找到的，有可能。逃逃逃逃逃！啊啦！哦，快被骑兵组打死哎、欸！我的天哪、啊！下课的时间，我以前也是啊，我以前国中的时候也都是补到十点下课。啊，所以我在想说他们是下课。其他队伍达成目标。左侧黄金，哎呦，我们不能输，有没有？我也要多打一点，多打一点。人解放了、欸，嗯，解放不就已经爆头爆了，然后对啊，对啊，办、嗯，那我们怎么办？可是他说是打会比较，是那个哦，应该是那个分数赚的比较快啦，这样吧，要打掉分数吧，累计分数比较快啊。干什么一堆面包蟹他们偷？包蟹。对啊，不是叫面包屑啦，我跑掉了，跑掉了。